姬川李威，见过刘少主。哇，怎么这么多血？不会死了吧？刘少主。 刘少主，别好了！原来他就是刘少主，完了完了！何必紧张？你我又不是第一次见。 既然是本院试毒的，那这碗野生熏汤你帮我尝一尝。怎么？我知错了，求刘少主恕罪。行了，侧夫人，不吓唬你了，起来吧。